近有一支广告被封为是台版的鬼怪，这次呢是请来了简曼书跟曹佑宁两个人演对手戏。不过大家一看说，哎，这个简曼书她全身黑，甚至还戴了一顶黑帽子，还有黑色雨伞，怎么感觉很像是韩剧鬼怪的造型呢？那么广告商说他们没有刻意模仿，但是呢刚好搭上了韩剧的潮流，还创造话题。感谢您收看今天《宅男的世界》，我是蔡宜靖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